懂了，小知识，大世界。人们常用掌上明珠来形容父母对儿女的真爱呵护，由此可见珍珠的珍贵。在我国古代社会，珍珠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和地位，珍珠也象征着幸福和吉祥。与大多数宝石不同，珍珠其实是一种有机宝石，是蚌等软体动物体内发生病变或外界沙粒等进入贝壳，刺激外套膜分泌珍珠质而形成的。珍珠多为圆形，具有多种色彩，以白色或浅色为最常见，以黑色最为珍贵。珍珠主要以装饰为主，也可入药辅助治疗某些疾病。科学家发现蚌等软体动物体内形成珍珠的奥秘后，人工生产珍珠也成为现实。目前珍珠主要来源于人工养殖，这也使得珍珠产量大增，价格变得低廉。